你先不要吹哨了，用冷风吧，用冷风就太烫了。这个是中风，不用冷风。靠，他们还不能拿凉风吹。这长吗？前面长了吗？没断过是吗？还没剪呢。啊，金姐夫，你这剪刚那么利索的人，怎么不给你搞事儿？而且剪一剪去。你给他揪起来挺好，揪起来挺好。啊，揪来女的行啊，男的给他揪。男的也挺牛的。男的给他揪起来，怪男女的。没事。嗯，人家以为是女儿，没放心。漂亮一点的都是揪一下。等会儿。哎，那你夹子了吗？夹子也可以啊。哎，就给他弄点模式就好了。夹子，哎，夹子好了，夹子在，夹子。他那夹子掉了。老公，我吹完了，看到吗？哦，这毛多漂亮！姐姐啊。哎呦！我帮你睡觉喽，这是干净的。眼睛红红的，有没有肥皂去浸过？这时候你干嘛呢？啊？我觉得他那个不能吃饭，耳朵不能吃饭，他害怕。你看，我操！我操！真的啊！哇！烫了，烫了，兄弟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烫了，声音大啊！